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我的热狗大餐终于是搞定了。刚才在油炸的过程，它上面的起司差点给它喷发出来。那我们先不要废话，马上来试个一口，确保起司呢还能够达到一个牵刷的作用。感受一下，等一下我换一只，这只可能放太久，我试一下这只啊。这两只呢，可能是刚才先炸的。我试一下中间这两只，拜托大哥赏点面子。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。不过说实在的，有甜西跟没甜西吃起来是差不多。而且其实它这种厚切的莫扎瑞拉起司，那已经不是牵丝，是整块整条拉出来的感觉。再来一口。不过意外的，其实它这起司本身没什么味道，淡淡的起司咸香而已。主要还是它上面的番茄酱跟黄芥末所带出来的酸甜感，然后你用撒糖粉，真的会差非常的多。其实我自己去夜市，从来都不会买这种韩国的起司热狗，自己 DIY 吃起来，意外的还蛮清爽的。热狗本人终于出现了。用这个还是有点牵丝的效果，没有，我觉得是因为我炸完之后呢，调太久在拍那个画面，所以它变得有点小凝固。虽然说牵丝的效果不怎么样，但我觉得还是蛮好吃的。我觉得以 DIY 的水准来说，可以啊。整体味道的搭配，个人呢绝对是给过的，有那种面糊的香，番茄酱跟芥末酱的酸甜，最后上面糖粉的一点甜味综合起来，吃起来呢就是一个还 OK 的起司热狗串。好了，各位，四只自制韩式起司炸热狗都被我通通解决掉了。来个技术总结，首先起司块呢，你可以在 Costco 或是 Jason Market 都买得到，热狗的话随便啊都可以。然后个人觉得比较难的地方就是沾好面糊以后呢，到面包糠的这个过程塑形啊，把它包得紧实是非常重要，不然你在油炸的时候呢，很有可能会遇到起司喷发的这种小问题啊。那当然呢，我们这个系列不是以教学为主啊，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的，我们只是试着把一些想吃的食物做出来，然后吃掉的料理直播型系列。